我今晚为了看我水果牛啊！狂风浪涛如是倒影，悲欢离合东奔西离，世间动荡，感叹时局不如意，渣男渣女徘徊欢场寻爱情，钞票与权力，酒池与肉林，若是相看两不厌，回首桃色金爆菊。民国54年，居住在云林县鸡同乡的春菊才16岁，就被养父以50000元的代价卖给邻近麦寮乡的渔温老板林金旺做老婆。迎娶的当天来道贺的邻人都是抱持着一副看好戏的心情前来，因为已经50几岁的林金旺在乡里间恶名昭彰，刻薄出名，前两任的太太更是因为忍受不住他的折磨而相继离去。所以当邻人一见到新嫁娘是个优雅贤惠的春菊时，无不为春菊感到一阵惋惜，更为春菊未来的命运感到担忧。我今晚为了看我水果牛啊！恁这人小到夭寿了，今日是我的同伴我作业嘞，啊恁硬甲我管，要管甲醉，我咧干来我酒量特别好，不要你管醉。水果娘，水某的，莫来哦，娘娘我就惊伊啦，免惊啦，豆豆来哦，来来来啦。来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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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难，我好痛苦，我痛苦。春菊怎么也没有想到自己生命中最宝贵的初夜竟然就这样葬送在变态的金旺手中。等人，开开等人。怎么了吗？这是我的初夜，你外面怎么那么多人在看呢？加减补贴嘛，好不好？还150块门票是怎样？当座位，艺术牺牲。太不尊重了，我不演了啦，导演，我不演了啦。继续啊，继续啊，好不好？来，现场准备，来。我不要了，我不要了，我不要了。起床啦，阿哥你困。
哦，你这病外查某，你头拢白脚怎啊嘞？你还讲起床？哦，太衰了，我头。哇，这摆拢六七点啊嘞，我不到遐到要死，还讲起床早着？赶紧的啦，哦，你死人呀！炒菜就好吃哦。你什么身份地位啊？你当作啦，过来阮家是要做小奶奶是不是？你是我用钱买来的呢，是要来搞红胎的？你怎么自己搞当吃饭啊？无啦，太衰啦！阿官，你起来！给我滴旁白。去对方家！狗讨厌！我吃饱了，快来给我店收收啦，有听到无？哦，我看来是稳顺顺的啦。你莫转头看到我那平大烂咯，那我看到吼，你皮变甲烂，你就知死！我知啊，我知啦。